啊，所以孔子说，他老人家一生述而不作，信而好苦。这意思是，夫子一生没有创作，没有发明，他所学的、所修的。 所教的、所传的，全是古圣先贤的东西。你能体会到他的意思吗？他自己所证得的，跟古圣先贤完全一样。佛家讲啊。 今佛如同古佛之再来，为什么他成佛在见性的，跟古佛所见的是一样的，不增不减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，他说他没有说过一个字。 没有说一句话，这意思是什么？跟孔子意思一样的，全是古佛所讲的，没有在古佛所说的上加一个字，比孔老夫子的话还要严格。真的不是假的，啊，你将来成佛你就明白了。 啊，成佛的人谦虚啊，不说自己见到的古人，全是古人。这个用意太深了，有人有傲慢的习气。啊，这是大慈大悲，教人把傲慢放下。 傲慢是障碍，啊，所以圣贤、佛菩萨对任何人非常谦虚、非常恭敬，恭敬谦虚是心的，啊，见性的人自然就是这个样子，不需要学习，啊，有贪嗔痴慢。 啊，嫉妒、障碍、骄傲的人，那是迷惑颠倒，迷失自信。啊，自信现前不是这样。啊，《大乘一章》里面讲，俗为世俗。 世俗所知，名曰是谛。真真呢，使其绝望之称，这说得也好。你能够把虚妄断绝了，完全放下了，那就是真。那虚妄是什么呢？ 起心动念是虚妄，分别是虚妄，执着是虚妄，这是所有一切虚妄的三个根。啊，会修的人，从根本，从根拔出。 那些职业就不管了，自然就没有了。怎么个修法？啊，具体佛法教我们发菩提心。
一向转念，这是无量寿经修行的方法啊，菩提心就是真，那不是妄。菩提心依照古人的解释不好懂，我们依照无量寿经来讲就好懂了。菩提心是真心真诚，用真诚心来待自己，这叫自受用。用真诚心来对一切的一切众生，那叫他受用。啊，真诚心对自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经体里面清净平等觉，这是自受用。一切时，一切处，一切境界当中，保持你的清净心、平等心，觉而不迷。你真学佛啊！对待他呢？对待一切人，对待一切事、一切物，大慈大悲。慈悲是对别人的，不是对自己的。啊，清净平等就是对自己的，这就是真诚。啊，对待一切人要有同情心，有怜悯心，他有苦难一定要帮助他。他愚昧无知，一定要好好教导他。啊，慈能娱乐，悲能拔苦。啊，这是绝望。门的门者，法有种种差别，能使人呢去入涅槃，故称为门。涅槃其实就是自信。啊，这个地方去入涅槃，大乘讲明心见性。啊，见性成佛。啊，涅槃是梵语。一般翻成圆寂，圆是圆满，功德圆满了；寂是寂灭，啊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统统灭掉了，啊，没有了，啊，这个境界，梵语称为涅槃。啊，我们把它翻成缘起，功德圆满，清净寂灭。啊，这个意思也非常之好。以真谛门者，以第一谛为门也。第一谛前面讲过，我们简单的说一说，小乘的涅槃，他讲空。啊，否定了有，他心里有个空，
大乘的涅槃，那个空也不能执着。执着个空也错了。所谓两边都要离，空有两边都离掉。啊，那么大乘也说，这两边离掉才叫中道啊。中道也不能有这个念头，有这个念头也错了。啊，中道也不存，你的心才真正清净啊。凡夫做了有相，二乘声闻缘就做了空相。啊，比较起来，空比有干净多了。但是跟菩萨比，他还执着有，执着空还不干净，空也得拿掉啊！啊，那就叫第一义空啊，空有两边都没有了啊。第一义空有名无实，你要着了一个第一义空，那你又坏了。啊，凡夫的通病总要找一个支柱，不能一样都没有啊。但是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也都存在，相有理由啊，相有啊，性空啊，像是幻象啊，就像我们看电影，银幕上你能说的没有吗？真有啊！你能说的真有吗？它确实没有。啊，一张一张幻灯片在那快速移动，它确实没有。事实真相是这样的啊，空有两边都不能执着，执着就错了。啊，世间人执着有，声闻缘觉执着空。啊，所以声闻缘觉只能出离六道轮回，出不了十法界。啊，为什么出不了十法界？这个道理要清楚。啊，全放下了，什么都不执着了，问题解决了。啊，真正起心动念都没有了。啊，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确实如此。啊，你对他笑，他也对你笑。你对他悲哀的时候，他也心里好像表示很难过。那是什么呢？叫感应。众生有感，佛菩萨有应。众生之感有念头，有起心动念。佛菩萨的应没有起心动念。这个东西难呢，难懂啊。没有起心动念，他怎么会有感应啊？近代也不过就是最近十几年，日本江本胜博士做的水实验，确实，他用科学方法证明水会看。他会看，看外面境界，会看，会认识字，不管哪一国的文字，他都认识。奇怪啊，我们不如他，能听，能懂得人的念头，啊，我们个欢喜心对他，
啊，赞美他，你看他呈现出来的图案非常之美。我们一个讨厌的心对他，怨恨心对他，他的反应那个图像就非常难看。我们对他是有心的，有分别执着，他的回应没有起心动念的。从这里就可以证明啊，诸佛菩萨接受众生的感，他有回应，回应那就是应，感应，应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。啊，他如果应的时候也起心动念，他就退转了，他不是圣人，他退到凡夫了，跟我们一样。他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永远他不退转的。不退转，他才有能力帮助我们呢。我们有不能解决的地方，啊，他确实能帮助。而最大的帮助，最明显的帮助，就是经论。留下来这些经典啊，我们今天在世间出世间遇到许许多多麻烦事情，经典里面都说明这些麻烦是什么道理来的，用什么方法解决，全有啊，你不读不行啊。啊，一步读通了，步步读通，这个很不可思议啊！最怕的是你一步不通，那就步步都不通啊！怎么通呢？老祖宗教导我们的方法，要记住啊，要会用啊。三字经上都写上去了，教之道贵以专啊，教学的道道理是什么呢？专。佛法里面讲得更清楚，叫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你别学的太多，你学多了学杂了，学乱了，你的清净心永远得不到。就学一门，专攻一门啊，一样东西学个三年五载，清净心得到了，清净心生智慧。啊，所以你这一部经里头的经义义理无有穷尽的，你都能体会到啊，你都能讲出来啊，跟大家在一起分享啊。啊，没有学过的经论呢，你拿来一展开的时候全明白全知道。为什么？所有经论都是从自信流出来的，智慧是从自信出来的，所以智慧能解释，知识不行，知识是从阿赖耶里面出来的啊，他做不到啊，智慧是从自信来的，是从清净心来的啊，知识是从意识心来的，第六意识啊，作用完全不相同啊。实在讲，求知识难，求智慧反而容易
啊，求智慧最难的是放下，肯放下。啊，不要用多长的时间，智慧就能显现。诸位要记住，慧能大师大彻大悟的时候24岁呀、啊，很年轻啊。释迦牟尼佛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30岁呀、啊，这让我们认真去思维，去观察，求智慧反而比求知识来得容易，那个得到的效果那简直不能比啊。啊，智慧能通事出世间一切法，知识不行，知识有局限。啊，不在他领域之内的他一无所知。啊，在他领域之内的他知道的也不够透彻。啊，起作用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。而且还有后遗症。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所以有善根、有福德的人，要求智慧。啊，出世间的智慧在大乘经，世间智慧小乘经有，中国传统学术里面非常丰富。啊，它是丰富的俗谛里头也通真谛。啊，所以隋唐这一些祖师大德，啊，把小乘放在一边不学了，用儒道代替小乘，这个做法很高明啊。实际上用中国传统学术来解释佛经，在后汉时已经开始了。啊，这是从印度、从西域来的这些外国高僧大德。啊，我们相信他们都是明心见性。那么对中国这些典籍，他一接触他就能贯通。他们呢做翻译工作不会把意思犯错，那换句话说，没有明心见性的人翻译经典肯定错误百出。啊，这经典的翻译，中国人的福报啊！不但祖师大德的心地清净，啊，中国人受传统这种教育，心地也相当清净。啊，他们也有个目标啊，是我们中国祖传的至愚至善。这个理念，我们相信绝对不是孔子那个时代人说的。
啊，这大学之道啊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我有理由相信啊，像这些话，大学里的三纲八目，肯定是几万年前老祖宗世世代代传下来的。啊，大学后面的解释，我相信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人，他们做的传。啊，这三纲八目肯定祖传。中国跟佛教的缘深了，啊，深在哪里呢？同一个根，这个很难得。释迦牟尼佛过世之后，他的弟子向四面八方去传了讲学啊，这在我们在历史上可以看见的，有些地方一二百年就没有了，有些地方三五百年，有些地方六七百年，唯独在中国这一支世世代代的不衰呀！啊，这什么原因？中国这个地方根相同，中国传统的学术的根是孝悌，啊，孝亲尊师啊，这中国传统文化的根。那佛法的根也是孝亲尊师啊，所以佛教传到中国，中国朝野欢迎，有道理啊，跟我们同一个根。然后再听听你们的讲法啊，越讲越像，越讲越接近。啊，而且有些地方比我们中国人讲的还详细。啊，所以汤恩比曾经讲过，中国古人心量很大，能够包容异族文化，就是指佛教。啊，是从外面传来的，他能接受。能认真学习，而佛教文化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，相辅相成啊！啊，所以中国本土文化比大乘差一点。比小乘超过一点啊，隋唐时代这祖师大德干脆小乘就不讲了，小乘经典虽然有啊，只是留给有一些研究的人做参考啊，完全用如根道来奠定基础啊，然后接着学大乘在这个2000年当中
明心见性的多少人啊，禅宗的五灯会员里面记载就1700人，简读这个简德传的录啊，教下的大开元节啊，净土宗的礼业心不乱啊，密宗的三密相应我们最保守的古籍，那就是说在佛门这大乘八个宗里面真正成佛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，我相信不会少过3000人的，这真的，这是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成果，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所没有的。如果讲到念佛往生，我们最保守的估计不会少过10万人。大家都知道，生到极乐世界就一生成佛，这一点都不假了。世尊在《大集经》里面说，末法时期，净土成就。啊，现在是释迦牟尼佛的末法，末法10000年，照中国人历史的记载，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天3038年，啊，这中国古人记载，啊，正法1000年，相法1000年，末法10000年，那今天3038年，我们是末法。末法还有9000年，我们在9000里面，9000年过了38年了，时间很长啊。啊，所以尽管预言很多说世界末日，在佛法讲没这个说法，佛的法运还有9000年啊，9000年当中当然有兴有衰啊，这个是肯定有的啊，这一桩事情我过去请教过张家大师，他老人家也跟我谈过啊，兴衰肯定有，不会灭亡啊，佛法兴的时候世道也兴了，社会秩序复兴了，地球上这些灾变减少了啊，会大幅度的减少啊，这个你一定要相信，境随心转啊，现在的科学也研究出来，集体意念的力量非常之大，外国很多预言说出这些灾难，但是到时候灾难没发现啊，叫法国
16世纪大预言家诺斯多玛斯，这大家都晓得。他的预言是世界末日是在1999年2000年啊，就世纪末。2000年过去了，没灾难呢。所以有人怀疑啊，来问我，我告诉他，这个预言全世界人人皆知啊！你要晓得，99年、2000年，全世界每一个宗教的宗教徒都为这个事情在祈祷，这个祈祷力量多大！啊，日本江本胜博士，他做了个实验，啊，在日本琵琶湖一个海湾，琵琶湖非常大了，这个海湾呢是死水，啊，水不流，啊，水气味很难闻，20多年了，肮脏，啊，气味很难闻。他找了350个人，不一定是信仰宗教的，找了一个老和尚，他告诉我90多岁的一个老和尚，带着大家了来祈祷，祈祷的时候，但是1个小时，告诉大家，啊，先心情静下来，什么都不要想，把念头都放下，只想一桩事情。大家一起想，湖水干净了，口里念，心里想，湖水干净了，就这样念1个小时。过了3天，湖水真干净了，震动日本了，日本的媒体、电视都报道这桩事情。过了半年，又肮脏了，又恢复肮脏了。啊，江本博士跟我谈这个事情，我告诉他，我说你2个月去祈祷一次，那水不就永远保持干净了吗？啊，祈祷是能发生力量，但是治标不治本，这个要知道。啊，这个灾难呢并没有化解，是暂缓了，延迟了，啊，这减轻了，延迟了。啊，怎样让这个灾难真正化解呢？科学家讲的这3句话有道理。地球上人都知道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这是标本笃治，真正能够把灾难化解。祷告还是不行啊！啊，但是它管用啊！你比如这个2012这一桩事情，明年会不会真的发生呢？我认为它不会发生。为什么？今天全世界人都知道，不信宗教的人不管他，信仰宗教的人比不信宗教的人数占得多。啊，基督教跟天主教，他们的信徒加起来超过20亿啊。伊斯兰教15亿啊。啊，佛教徒在全世界大概也有5-6亿啊。不要说多了，就这几个宗教加起来40亿，超过40亿啊。世界上人口65亿，我们几乎是1/3了。
三分之二这些信徒的时候，都在虔诚为这个事情祈祷，就不会出问题。但是要晓得，这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。根本解决的办法一定要靠教育。中国传统的教育是解决根本问题。佛教教育、宗教教育都能帮助你从根本上解决。所以这些年来，我们在世界各地去访问，做交流，鼓励宗教要团结，宗教要互相学习，宗教要回归教育。去年六月，我访问梵蒂冈，跟教皇、跟书籍主教们互相交流的时候，听他们的报告，陶然书籍主教告诉我，根据他们的调查，最近这些年来，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这个比例都在下降，一年比一年少。他们感到很忧虑，怕的是30年之后，这个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寥寥无几了。我跟他们交流就提出来，我说我们回过头来去想一想，当初创教的这些教主，摩西、耶稣、穆罕默德、释迦牟尼，这些人，他们在创教的时候，那些信仰的人、信徒，跟着他们，人数一天比一天多，世代沉传，绵延到今天。犹太教4000年的历史，佛教外国人讲话也2500年，耶稣2000年了，伊斯兰教出现在中国唐朝时代，也有1400-1500年。伊斯兰教传到中国，穆罕默德还在世。为什么世世代代都不衰，今天衰了？原因是什么？我让大家反省这些教主当年创教，全是教育。释迦牟尼佛教学49年，穆罕默德教学27年，摩西我相信也有20多年，耶稣教学3年，被人害死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教育重要啊！留下来的经典都是当年的教科书啊。教材资料啊，我们今天不教学，专门用祈祷的方法，稍稍有一点科学头脑的，他就不相信。我们摔在此地。所以
如果我们能回归到早年的教育，这问题解决了。一般人对宗教质疑，宗教在这个世界对社会有什么贡献？天天搞祈祷、搞法会，迷信了。这是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了，不能说他错误啊。如果我们回归到教育，我们对社会就有正面的贡献了。现代的教育，全世界，不是某一个局部啊，全世界，你们大家想想，从幼儿园到大学、研究所。他们教的是什么？教的都是属于科学技术，人文没有了，没有伦理教育，没有道德教育，没有因果教育。我说，宗教的经典，每一个宗教经典都有这三样东西，而且都非常丰富。我们能把这三样东西作为普世宗教教学，来教化大众，就把现在学校所缺的这个部分补上去了。这个有意义，这个功德很大了。我们大家团结起来，教别人先教自己，自己教好了才能够教化众生。我这几年就在着手，收集了一些资料，编了一个小册子，世界宗教是一家，这里面收集十个宗教经典，里面就是关于这一部分的教材，大家看得很欢喜啊！一定要恢复教育，宗教应该有学校，有宗教大学。如果说是从事培养宗教传承的这些人才，我们可以从小学办起，办小学、办中学、办大学、办研究所，一样授予学位也。弘法利生，事出世间法都要懂。不懂得经论，你教学不起理。不懂得世间法，你教学不起机。所以宗教大学事出世间科目通通要有。我们偏重在人文，偏重在道德。世界之所以混乱，地球之所以灾变，实在讲，就是没有伦理道德才造成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特别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。小学、中学偏重在扎根教育，高中、大学，我们可以偏重在哲学与科学的教育，可以跟现代的时候这个哲学、科学联系起来啊。
啊，那么宗教在这社会上就会被大家尊重，会被大家肯定，他对社会对于人生确实有正面的贡献。啊，是不是有天堂？是不是有极乐世界？我相信科学技术在不断向前发展，会有一天证实了。科学家相信真有不同空间维次存在，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突破。啊，天堂地狱跟我们是不同维次空间，如果有能力突破，你就看到了。啊，用什么方法突破呢？宗教里头用禅定，禅定能突破。同时我们也晓得了为什么会有空间层次维次，它是从分别执着分出来的。啊，出现这种现象，如果分别执着没有了，空间维次就不存在了。啊，科学今天证实时间空间不是真的。这个发现好啊。啊，大乘佛法里面不承认时间空间是真的。啊，时间空间在大乘教里头说的是什么？抽象概念。啊，不是真的事情。啊，是属于抽象概念。所以清净心恢复了，这个界限就突破。啊，六道里面的问题就解决了。平等心出现了，连六道之外的四圣法界也突破了。真正能得到大定，啊，恢复到自性本定，不起心不动念，遍法界虚空界，你全看到了。贤首过世，写了一篇论文。说《华严经》修学的理论与方法，啊，论文不长，非常精彩，叫《修华严奥旨望境还原观》，文字简洁，说理精辟。啊，把这个宇宙的来源、生命的起源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他的论文分为六段，第四段就是讲伦理道德。啊，第六段、第七段那就是修禅定。讲方法，啊，说明佛在《华严经》上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得相，
本有决定能恢复，本来没有的决定可以断掉。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，返本还原，这是佛法学习终极的目标。佛法所求的不是向外求，外面没东西，完全从自信里面求，所以它成为内修。经典称为内典，智慧在内不在外，外面是常识。外面是知识，里面才是断能，才是智慧。还包括相好，真是不可思议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